很多事很多，因为这个世界每一件事、每一个情感或者什么，千万不要我一定要他怎么样，这就是折磨自己。对，每件事让他自己的目的去发展生存，我一定要让他怎么样，这你已经错了，对，你已经犯了极大的错误，没有你一定要让他怎么样，我一定要什么不要什么，这也错了，你没得选择这些东西。你可以选择，但拥有不拥有，或者很多都是按宇宙的自然规律、因果的循环在作用。你是无法靠着这些因果的很多东西，你只是一个选择者。对，但是它的来去这些东西不由你分配，不由你支配。对，那种东西我就来自于我一定要怎么样？那些从小学生，我一定要考个100分，那你就苦吧。但是我们是错的嘛，从小。因为你一定要打个100分的话，那我就可能你从那个100分里面也付出很多，也得到了些乐趣，但是也不是真的说，如果每件事情，大家说学习是一种，我一定要打个100分，那是你自我控制就可以，因为那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你努力学就可以得到。但是这个世界的很多事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不是你一定要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的学习是不一样的，有时候你一定要，人家不一定要，是不是？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不一定要，是不是？你要的东西跟人家喜欢不一样，那么没问题啊，你就可以放开手啊，是不是？小时候就是那种觉得没有意义啊，有些东西就是你那种一定要，一旦是培养成一种个性的话，那就受伤害的一定是你自己，从每件事情受伤害，从事业、情感，从很多问题都会受伤害，是一种。见地上的错误，不是说每个人优秀不秀，不是说你好不好，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你好，你优秀也不是你一定要的。就算你明天是总统，你是什么女王，就算你是谁，你也不可能你一定要就有。不是那样，有因果的，有规律的，自然规律，因果是在那起作用。没有就是没有。你一定要，你那全是得来的，那是虚伪的假。人们的那种，现在很多人具备的，就要对名利情欲的一些东西，名利啊，或者名利那种征服欲啊，或者是那种占有欲啊，都很强。现在尤其往后，我觉得这年轻孩子、小孩子都是占有欲、征服欲很强，而且以后很有个性。其实这些都是将会伤得很重。是会很快他，因为他那种强烈的占有，他那种一旦出现问题，他马上就把自己包起来，他就不再尝试了。他开始出来的时候，他一定要那种强势的，一旦被碰撞，他就把自己包起来，包起来永远就开始玩世不恭，然后开始空虚，开始心动，开始多。其实，在一开始一定是他受创，在这个世界上受创伤，因为。他受创伤不是说他的感情被抛弃或者什么，是他一定要拥有什么，因为独生子嘛，因为他从小已经习惯了，他要什么父母就给他。哦，你出生社会，你当你站在一个团体的时候，你说要，没人给你，没人想你，没有人爱你，没有人怕你受伤，不像父母那样子说，哎，你乖啊，孩子乖啊，怎么怎么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凑合。那个时候你碰撞，那就你受伤，你自己流血，自己切干了。大家都是这样，大家是平等的，因为这儿没有父母，大家都是孩子，孩子怎么能照顾了孩子，照顾不了，不是没有感情，没有，不是不懂得怜悯，不是，因为大家都是孩子，都是小孩，小孩照顾不了小孩，你自己还搞不定自己呢，他能照顾你，是等他长大了，他可以照顾一个大孩子，照顾一个小孩子，是吧？他没长大，跟你一般大，他怎么照顾？之后就那就伤害就很深，就开始怀疑这个世界没有爱，大家都是冷血冷漠了，没人去关爱我，我伤得这么重，没人去爱，就是那种没有珍惜，没有疼爱，没有呵护。因为现在自杀的挺多的。是啊，然后慢慢的，首先是先包裹自己，如果心地脆弱的人就忧郁症，身体不好的，一般当把自己的心一旦包裹起来，这个人就完了。他就再打开是很难的，需要无限制的那种慈悲才能打开他那层壳，因为他很难相信，一旦包裹起来那种
小时候他成长的过程中被包起来的时候就很棒，而且你一旦你给予他任何慈悲的东西，他都会把你当成利用的对象。第一是他变态了，成了一种利用的对象；第二，他永远不会相信任何人。他很难相信有真的东西，他很难的。而且他利用了他重复的，他觉得他是他聪明，他从不知道惭愧、感恩这些东西，惭愧这些东西，他是个外星球之人。那些东西是哪来出来的？怎么这个世界有这种东西？我被感恩感动，凭什么？那是我的智慧，我又有什么？那是凭我的能力和智慧获得的，又不是你掰给我的，我是通过我的能力得到的，我为什么要感恩你？是不是？我够聪明，我才能得到，甚至我骗来的，我都是够聪明，是不是？他不知道有些人坐在这里就等着他骗。Thank you.